我不要看啦。好，与其看你的，不如看达哥的，看你说过什么。会是这种人吗？没有加入后援会。哇！有什么文化问题？就是我想吃他的东西，不行吗？一二三，开！我说以后开始要五五六六。哎呦，还不来追！我在我的桌子底下，这个糖球是好喝的。OK 了吗？就坐这样哈。嗯。哇！帮我切一下。帮我切一下。两位第一次来玩很大的朋友，不要怀疑，好吧？很享受哎。人生就这么美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觉我很大，好赞哦！赶快好好吃一吃。怎么了？没事啦。怎么样？来讲啊，有什么话就讲啊。没事啊。没事啊。没事啊。讲嘛讲嘛。是不是容易换位置？就是我想吃他的东西，不行吗？可以吧？对啊，那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不太一样吧？你住后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吃饭时间你们在那里跑来跑去，是吗？我觉得这也可以，好好认真吃饭。这个是魏野，难怪是导演。有时候生命当中一个无意中的一个选择，它就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哎呦，先别看，我做关主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可以嗅得出一点不太对劲的。命中注定睡帐篷啊！好，来你们的桌子底下坐一下。好，去。要先看你的吗？你们看我那么开心，就知道住天安饭店。几个会睡帐篷？换了就换。我好幸运哦，我自己做的。好，第二个谁想看？我也想看你，我也想看你的。我不要看了。好，与其看你的，不如看达哥的。看你说过什么？没有人知道啊！哪位是导向？达哥吗？哎呦，那还要来？我还有加入后援会。哇！有什么文化问题？就是我想吃他的东西，不行吗？可以吧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也可以。先别乱。一二三，开！我说以后开始要五五六六。现在压力。如果他不说睡帐篷 ，OK 啊，有担同当啊。他如果要这时候睡天河饭店，一二二，哎呀，天河帐篷，赞啊！天河饭店套房一间。是不是？我真的要帮达哥说一下。是不是来了？你们真的要换回来？真的？可以换位置？哦，没有了，我只把套房搬过来。没有了，第二次这样。走心的啦，去呀！哎呦，跟新的